一支球队如果有一双快腿叫基本，两双快腿叫好用，三双快腿叫满足。但如果超过三个人拥有过人速度的时候，那就太幸福啦。而台东奇力珊瑚就是这么幸福的球队，除了有王伟仲、宜孝东、潘宏祥和资深快腿陈志祥之外，现在又多了林柱，五双飞毛腿不 PK 一下怎么可以？结果熊 UK 的林柱只排在中段班。真的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就感觉为什么他们一直在我前面，我很出力跑哎。你有认真跑吗？有。你怎么看到我认真吗？有啦。这五双快腿平均本垒到一垒都只需要3.68秒，其中第一次比赛胜出的是林柱的大学学长潘宏祥。哦，很快啊，他那时候在台体的时候就。真的速度型的，你都只能看他的车尾灯。还是有状况不好的时候。在讲你啊，潘宏祥，在讲你啊。你们大学的时候谁快？没有比过。没有比过。而第二轮跑第一的宜东校，则是天生跑得快，而他跑得快的原因，居然是算天生的吧？对，还是认真的学生啊。是认真的学生，腿应该不用太快吧？可能偶尔要跑给老师追了，偶尔的时候了。哦，原来小时候功课还不错的宜东校，偶尔还是会跑给老师追一下，练就了一身好速度。但其实速度飞快在棒球场上的帮助还真的不小。快腿对我帮助蛮大的吧？因为毕竟是个比较强烈的优点。所以这样比较容易注意到，这样，对啊，就可能比较有比别人比较多的机会，这样。应该就是，怎么讲，就都会比人家早到一步啊。跑得快，好处多多。在讲求速度棒球的年代，快腿不仅可以增加作战的机会，也能够多抢一个垒包。在锱铢必较的现代棒球里，影响很大。而这就是奇力珊瑚的最大武器。未来体育新闻，于世章、杨博智，台东采访报道。